哎，输一把，你这鳄鱼不行啊，细节不行啊，看看对面吧，啊，又这的，又那的，说两句呢，就开始在那反驳你，说两句呢，就开始在那反驳你，那主播都不说话了，得了呗，都当哑巴得了呗，你来玩了呗，对不对？主播都是哑巴得了。全聋哑人直播，那你看着多舒服，我们也舒服。来呀、可以。这波不打了，不知道那打野在哪儿啊？有可能打完蓝要上来，可能会蓝开，小心点。你可挺猥琐呀！走了他，他应该还得回来。直接回家啊！这小冰锤直接能有了，我就直接出了得了，我也不憋那提亚马特了。
这个兵线属实是不是那么特别好啊？我升六跟他升六的时间估计能不一样，他会比我先升。上一波兵线有点差。等塔下那波机会啊，现在就在这等。等塔下那波机会，看看能不能杀他。塔上真硬抓我呀！啊，那我看着你们的那放完那个左翼都放完翼了，完事儿还敢来？放完翼我都没走，还敢上？这转一确实头铁哈，这就是转一嘛，爱了。我操了，我这个车补完我黑切了，大哥过分呢。为什么虚区这么低呀？我马上也转一了，猴哥，你猴哥三天前就听到你说了这句话了，这个干哈呢？这，哎呀，哎呀，逗死我了！你猴哥不是三天前，你猴哥一礼拜之前就听你说这句话了，兄弟。
哟，这是有点想不开了，这是啊。哎呀，我黑切了，大兄弟，你这叫小兵锤，我多你1700块钱，你要跟我打，这是有点控制不住了，这武器大师是。快跑！这小子可能要传送了。水银孩伺候。水银孩啦，兄弟。中推了吧，差不多了。锤石钻的那个洞，锤石那手钻洞，直接把自己钻的头炸了，头钻炸了。冲推去！263, 227，哎呀，一个饼干可以瞬间增加70点法力值。韩国人一劣势就挂机，不是。